各位好，唔知大家知唔知岭南大学最近爆出了一单严重嘅学术丑闻呢？三位岭南大学学生因为提交假嘅英文考试成绩而被停学一年。据指呢啲学生请咗其他人代佢哋考托福或者雅思。呢单造假事件系经过媒体调查后被揭发嘅。岭南大学已经将事件报咗警，警方将案件视为企图诈骗处理，警方调查仍在进行中。暂时未有人被捕。针对这件事，岭南大学重申对学术诚信的重视，并引入更严格的措施去核实学生的学历证明。这单丑闻凸显了学术造假的普遍问题，以及教育机构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的预防措施。想了解更多最新消息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。